第一课生词表。第一，体会。To understand, experience. 你自己体会一下这个动作。我们总能体会到父母的爱。第二，首先。First of all. 我们重视的，首先是一个人的能力。其次是他的人品。等到了北京，大家首先去长城，然后去天坛等景点。首，第一，最初，首次 ，first time， 首位 ，first one， 首日 ，first day， 首班车 ，first bus。第三，欣赏 ，to appreciate， 大家都很欣赏他的做法。我不太欣赏这种风格的建筑。四，实用性 ，practically， 没有什么实用性。实用性是首先要考虑的。这种技术实用性很强。性就是性质、性能、专业性、知识性、统一性。五，词汇 ，vocabulary， 词汇手册，汉语常用词汇。六，固然 ，certainly， of course。这里风景固然不错，但是交通太不方便了。学汉语背生词固然重要，在生活中多练习听和说更重要。第七，街道 ，street， 一条街道，打扫街道，街道委员会。街道上冷冷清清。第八，超市 ，supermarket， 一家超市。我家旁边有个小超市，超市里的东西比较便宜。市，市场，股市 ，stock market， 集市 ，flea market， 菜市。早市 ，early market。九，篮球场 ，basketball court。学校有五个篮球场，足球场大概有17个篮球场那么大。场，某些比较大的地方。足球场、排球场、运动场、停车场。十，自然 ，natural， 表情自然。今天大家的表演都很自然。其次，第十一，其次 ，secondly， 学汉语首先要学拼音，其次要学汉字。今天我来这里，首先是要看一看大家。其次也想和大家讨论几个问题。十二，经验 ，experience。这里是名词，经验丰富，先进经验。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名词就是 none。十三，证明 ，to prove， 这是一个 verb， 事实证明你说的对。时间可以证明一切。Time could tell。如果你有能力，你就证明给大家看。十四，围墙 ，surrounding wall。这是一个名词，一道围墙。学校的围墙外有一家商店。城墙。院墙、
砖墙、土墙。十五，曾 ever 是一个 adverb。有谁曾经到过中国？有谁曾到过中国？这家餐厅我们曾来过。十六，留学 ，to study abroad 是一个 verb， 动词，到国外留学，在欧洲留过三年学。谁留过学？小王到日本留学去了。姥姥 ，maternal grandmother， 这是一个 noun。名词，我姥姥家住天津。姥爷，十八，姥爷 ，maternal grandfather， 这是一个 noun 名词。姥爷今年78岁了。姥姥和姥爷只有一个女儿。姥姥和姥爷的女儿是谁呀？十九，聊天 ，to chat， 这是一个 verb 动词，上网聊天，和奶奶聊一会儿天。我们只聊过两次天，咱们聊聊天吧。二十，火锅店 ，hot pot restaurant， 这是一个名词，一个 noun。一家火锅店，马路对面的火锅店生意很好。二十一，点菜 ，to order dishes in a restaurant。这个应该是一个 verb， 动词。我们现在可以点菜了，每个人点一道自己最喜欢的菜。二十二，上街 ，to go shopping。那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动词。今天上街吗？昨天上了一回街，什么都没买到。二十三，购物 ，to shop, to buy things， 这是一个 verb， 动词。上街购物，一周外出购一回物，购就是买，物是东西的意思。开玩笑 ，to joke。他不喜欢开玩笑，大家经常开他的玩笑。我只是和你开一个小玩笑。这是一个 verb。否认，二十五 ，deny to deny， 这是一个 verb 动词。他否认自己曾来过这里。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二十六，小贩 ，street vendor, hawker， 这是一个 noun 名词，几个小贩，小贩们叫卖着自己的商品。二十七，服务员 ，salesperson, waiter， 这是一个名词，一个 noun， 招三名服务员。请服务员把盘子拿走。二十八，队友 ，teammate， 这是一个名词 ，noun， 他是我的队友，队友们都走了。二十九，成语 ，idle，set expression， 这是一个 noun， 一条成语。成语词典，用成语造句。三十，方言 ，dialect， 这是一个名词，一种方言，上海方言，中国各地方言差别很大。三十一，俚语 ，slang， 这是一个名词 ，noun。有些俚语很粗俗，使用俚语能使你的话听起来更有意思。三十二，好像
To seem like 这是个 adverb 副词天好像要下雨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33不知不觉 Without realizing 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天我们不知不觉就做完了所有工作34挑战性 Challenge 这是一个 noun 名词具有挑战性这样的工作对我没有什么挑战性35课本 Textbook 这是一个名词 noun 一套课本几本课本我们用的课本都是新的36进步 To progress Improve 这是一个动词 Verb 没有进步只有努力才能进步一年的学习使我的汉语水平向前进了一大步37意味着 To mean 这是个动词 Verb你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并不意味着你没有病。这种现象意味着大家都不喜欢它。38勇气 Courage 名词 Noun 有勇气一股勇气鼓起勇气吐气阳气锐气志气39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The master teaches the trade but an apprentice is self-made 我只是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以后全靠自己大家自己学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师父老师领带引修行实践做在取决于有什么什么决定个人自己球队 team in a ball game 这是个名词 noun 组建一支新球队我们的球队取得了胜利球星Star athlete in a ball game 这是个名词 noun 一名球星一位球星所有的球星都登场亮相了42坚定 to strength solidify 这是个 verb 动词坚定立场坚定信心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害羞 shy timid 这是个 adjective 这个小孩有点害羞别害羞胆子大一点有害无益 harmful not beneficial 你这么想对你自己有害无益这样的做法有害无益害坏处益好处曼彻斯特联队45 46是皇家马德里词汇全部结束